唐宋时期诗人众多，几乎遍地皆是，其中也出现了不少写诗高手。而有一个人相当的特殊，他除了有诗人的身份之外，还有一个让所有人都向往的职业——皇帝。说到这里，相信你已经知道我说的是谁了。没错，就是南唐后主李煜。李煜在作为皇帝方面的成就并不是那么的突出，甚至都算不上一个称职的皇帝。然而，他在吟诗作赋方面的天赋可是超乎常人的。其中有一首被称为李煜最牛的一首词，随便拿出其中一句都是千古名句，千百年来从未被超越。究竟是什么词呢？竟然有如此高的评价，我们一起来看一下。先简单介绍一下这位诗人皇帝李煜，南唐后主，出名从家，字崇光，号为中隐，是李璟的第六子。公元961年至975年在位，国破降宋，后被宋太宗所毒死。李煜在政治上虽然是庸奴无能，但他的艺术才华却是卓越非凡，尤以词的成就最高，被誉为千古词帝。其词主要收集在南唐二主词中，现存词可确定的有38首，存诗有16首。今天要讲的就是李煜最牛的一首词《虞美人》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？春花秋月何时了？往事知多少？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雕栏玉砌今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？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虞美人是最著名的词牌之一，此调原为唐教坊曲，最初呢是咏唱项羽的宠姬虞美人，又名为一江春水、巫山十二峰等。古代词开始大体都以所咏唱的事物为题，配乐歌唱便逐渐形成固定的曲调，后来又叫调名及词牌。虞美人也是如此。现代的王方俊在《唐宋词赏析》中说，这首千古传颂、脍炙人口的名作《虞美人》，被前人誉为词中之帝，是李煜求居汴京时所作。历来为虞美人填词的大词人众多，但无一能超过李煜者。这首词是一曲生命的哀歌，作者通过对自然永恒和人生无常的矛盾对比，抒发了亡国后顿感生命落空的悲哀。全词语言明净、凝练、优美、清新，以问起，以答结，由问天问人而到自问，通过凄楚中激越的音调和曲折回旋、流走自如的艺术结构，使作者沛然墨玉的愁思贯穿始终，形成沁人心脾的美感效应。这首词能够引起广泛的共鸣，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最后一句太经典了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这个富有感染力和象征性的比喻，将愁思写得既形象化又抽象化。作者并没有明确地写出愁思的真实内涵，而仅仅展示了它的外部形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，这样人们就很容易从中取得某种心灵上的呼应，并借用它来抒发自己类似的情感。因为人们的愁思虽然内涵各异，却都可以具有
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这样的外部形态。李煜的故国之思也许并不值得同情，他所眷恋的往事离不开雕栏玉砌的帝王生活和朝暮思情的宫闱秘事，但这首脍炙人口的名作在艺术上的确有独到之处。春花秋月何时了，表明词人身为阶下囚，怕春花秋月勾起往事而伤怀。春花秋月很美好，作者却殷切地期盼它早日了却。小楼东风带来春天的信息，却反而引起作者不堪回首的嗟叹，因为他们都勾起了作者物是人非的惆怅，衬托出作者由朱围翠绕、烹金撰玉的江南国主一变而为长歌当哭的阶下囚的心境。往事知多少，回首往昔，身为国君，过去许许多多的事历历在目。据史书记载，李煜当国君时日日重情声色，不理朝政，枉杀谏臣。透过此诗句，不难看出这位从威赫的国君沦为阶下囚的南唐后主，此时此刻的心中有的不只是悲苦愤慨，多少也有悔恨之意。小楼昨夜又东风，故国不堪回首月明中。小楼又一次春风吹拂，春花又将怒放。回想起南唐的王朝李氏的社稷，自己的故国却早已被灭亡。作者身居囚屋，听着春风，望着明月，触景生情，愁绪万千，夜不能寐。一个又字，表明此情此景已多次出现，这种精神上的痛苦真是让人难以忍受。李煜降宋又苟活了一年，加重了上两句流露的愁绪，也引出词人对故国往事的回忆。雕栏玉砌今犹在，只是朱颜改。尽管故国不堪回首，可是又不能不回首。这两句就是具体写回首故国的。故国金陵华丽的宫殿大概还在，只是那些丧国的宫女朱颜已改。这里暗含着李煜对国土更信、山河异变的感慨。朱颜这个词在这里是指往日宫里的红粉佳人，但同时又是过去一切美好事物、美好生活的象征。以上六句，作者竭力将美景与悲情、往昔与当今、景物与人世的对比融为一体，尤其是通过自然永恒和人世沧桑的强烈对比，把蕴蓄于胸中的悲愁悔恨曲折有致地倾泻出来，凝成最后的千古绝唱。问君能有几多愁，恰似一江春水向东流。用满江的春水来比喻满腹的仇恨，非常的贴切形象，不仅显示了仇恨的忧愁深远，而且也显示了仇恨的汹涌翻腾，充分地体现了奔腾中的感情所具有的力度和深度。同他相比，刘禹锡的“水流无限似浓愁”稍显得有些直率，而秦观的“遍作春江都是泪，流不尽许多愁”又说得太过，反而削弱了感人的力量。全词以明净凝练、优美清新的语言，运用比喻、比拟、对比、设问等多种修辞手法，淋漓尽致地表达了作者的真情实感。这首词的感情之深厚强烈，真如滔滔江水，大有不顾一切冲决而出之势。一个处在刀俎上的亡国君，竟敢如此大胆地抒发亡国之恨，是历史所罕见的。李煜这种纯真感情的全心倾注，
大概就是王国维说的出于赤子之心的天真之词，以至于作者为此付出了生命。法国作家缪塞说，最美的诗歌是最绝望的诗歌，有些不朽的篇章是纯粹的眼泪。我想李煜的这首词大概就是这样的作品。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，如果你喜欢我的解读，记得关注我。这里是无端欢喜，我是小喜，我们下次见。